房间，刚才我听到台下有人说你们的男生小和尚表演的真不错，能不能请他们也来一首俄罗斯味道的？俄罗斯味道的，那可是我们的拿手好戏。哎，我们今晚呢，再为大家献上一首电视连续剧《这里的黎明》静悄悄插曲《飘落》，请大家欢迎。